然后这个游戏开一个密室馆，这是新盘下来的店铺啊。哇，好荒凉啊。点击家具，主题惊魂医院，是一样，这是经营类型的吧？啊，有客人进去了啊！啾啾啾啾啾啾啾，看一下，他们很开心的进来，吓到了，有的人被吓跑了，被吓跑的话可以提供额外的奖金了。走到终点会得到基础的门票费而已，所以你要继续吓他。然后它上面有血条，蓝色的血条。升级，终点站要来了，都吓跑了。挺有意思的啦，其实恐怖屋嘛，然后你等级升得越高越容易把客人给吓跑，这个还不行耶。幽灵密码升级，哎呀，这要花1000块啊，好贵哦。这可以升吗？哎，他们都还没有到终点就被吓跑了，好爽哦！这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啊。好啦，钞票不够了，玩法还行哦，挺有趣味性的啊。本期影片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